停停，萧鼎啊，刚开始那个音乐跟师傅那两个好像不协调，那个不很没有呢。啊，林立啊，你算你站一个定位吧，站一个定位取消好不好？来，站一个定位来呢，走到这个地方，定位光点取消，又不要走动，不要走出来，站出来，站出来，在这个点，他那个点在这个地方啊，伟峰啊，就开了个定点光给他，给林立，来，不是，那他已经有定点光了，你站过来，两个地毯的中间。 不是那个地毯的中间，旁边那个地毯中间站出来，出来，好，来，啊，伟峰啊，给他个定点光，给林立，来啊，贾勇来接，把娘带上来，来，贾勇来接，舞蹈，来接接，来从开始来，啊，林立啊，他一开始那个箫声就是你在吹了，你不能。 没有吹，等到再吹啊！那个箫声，好，来，从开始来了。那个箫，只要有箫声，你就在吹了。来啊，目关起来，目关起来，再来一下，不然这开的。来啊，目关起来。谢龙光的伟峰啊，给谢龙那个定点光给对一下，就两个定点光，其他面光不要开，就把那个场面关就好。 好，来，开始准备。给谢龙的光对一下。
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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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你就走完了还是走路撑就不能再动了谁都不能动了撑你就走完了还是走路撑就不能动还有你们宫女还有那个来第三个宫女第三个穿黑裤的那个你要跟着第二个一贯的上面你停了一个空上虽然你们站上面还有你们区域站再开一点来旁边的再开四个人要拉开把空间再拉开 要这样站啊来从你们上台再来走好点哎呀楚华要气势汹汹来行事问罪的啊那个打鼓打得没有气氛啊他那个就是气势罗姑姐奏来来从哪家来哪家来宫女啊哪家他来做什么我们不能让他送回太守不能让他送回太守先留 宋徽宗啊我不能讲他宋徽太守心六宋徽宗啊姐姐宋徽哪里有他来做什么宋徽的绝不得快快迎接呀啊 两个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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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
Thank you.
主人没有叫你们提前下车炒鱿鱼了，马上没有工作了，赶快你们来，他都没有走，你们就跑去了，你是怎么样？哪里拿工资来？来，等他楚华转身，你们跟着一起转身，小心翼翼的跟着他下来。楚华，你从哪里下？楚华，你不知道楚华你平台要上平台的。 不用回来了，不用，你就转身，然后你们同时转身跟着楚啊一起走，不能你们都跑掉啊，不能。来，回京，低头等这样就对了。跟着走，快。 但是是强的，乐队也对我们乐器也不够，尽量这个要不是快的，但是是强的。那当那个要强的，不要当那个就很弱，他那个情绪很强，就是音乐虽然不快，但是要强的。来，这个再来一下，唱度来，唱。